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头贵，今天是带您家人们一起打卡抗火饮食和轻断食的第七天。肚子大瘦不下来是苹果型身材的你啊，是否还在卡卡的做仰卧起坐？没用，我在以前出过减内脏脂肪食谱的基础上，出了一个2.0加强版的食谱，吃的更有针对性，瘦肚子也更有效。需要这份食谱的朋友啊，在评论区回复我要食谱，让你每天不重样，吃得美。那么今天是蔬果汁轻断食啊。这一次打卡呢，一日三餐啊都是两人份儿。如果说你要参考我的三餐搭配一个人吃，记得分量要减半。然后轻断食这一天的饮水量不能低于1000毫升。然后可以看看啊，这是早餐、中餐和午餐，大家记得截图保存。那么在轻断食期间啊，最值得一提就是说，脂肪最怕蔬果汁，让你一天瘦2斤，促进肠道蠕动，痛痛快快的去减掉大肚腩。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在增加饱腹感的时候呢，能让你迅速减掉多余脂肪，而且味道很棒，效果呢也真不错。在我管不住嘴的时候呢，怕自己长胖就全靠它了。好，开始榨汁喽。OK， 这杯汁就榨好了，苹果黄瓜汁，让我们来尝尝它的味道怎么样。香甜可口啊。 OK， 一个柠檬汁，柠檬是单独榨啊。最后还是做一个减减减好物的推荐。我自己减减减呢，就特别重这个益生菌。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是易胖体质，而我呢就属于那种特别容易长胖的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照片，这是我170斤的样子啊，这是我瘦了30斤，实实在在这3年都没反弹的。益生菌也是我一直在吃的，我们肠道里面呢有10万亿上的益生菌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喝水都长胖，有的人怎么吃也不胖，我相信各位也都遇到过这种人，你可能比较羡慕别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说这个东西它跟益生菌都有关。你吃一个鸭蛋，别人也吃一个鸭蛋，你就是囤脂肪，人家就是不囤。所以减减减很难的话，益生菌吃起来，这个仁和益生菌里面有17个菌种，我都查过，可以说很棒。一天吃2条呢也不贵，买家庭装的一天也就3块钱。然后视频下方呢你可能看不到链接，因为现在做活动不能放到下面，也就是说你进到我们的橱窗或者收藏夹里面可以看到。进入的方法我就说一下啊，说一次，先点我的名字或者头像，进到我的主页，眼睛往下看，往左边滑，这个橱窗呢你不滑你看不到，然后看到橱窗呢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，然后里面呢有很多东西都能买啊，其他东西也可以，这个价格质量我都帮你参考过啊，它就像一个小超市一样，也不是我自己的店，都来自于各个店啊，也是我自己经常买的吃的。那今天视频也到这里啊，祝大家每个人都能心想事成，获得健康又好看的身材，并且长期的保持下去。